那是不是先容许我介绍一下哈？可能很多学长姐都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些亲爱的老师们哈，他们可能好久不见了。那是不是先容许我介绍一下我们系上的老师哈？那我们首先当然是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历史系系主任蔡勋娟主任。那是我筹备了大概半年哈，谢谢蔡主任。那接着我们欢迎十万寿石老师石教授。那石老师实际上是蔡主任哦，真的非常有诚意的到家里面去邀请哦，石老师能够今天特别要与会，因为我们的第一届的学姐，我想都很想看看老师哈、那老师依旧健朗哈、还是一样很有活力哈、谢谢老师。那我们第二位介绍涂永清涂教授。这是我们所有在成大医系都已经上过石老师跟涂老师的课哈，很开心他们今天回来。第三位介绍是王琦老师。王琦教授。第四位介绍是王文霞教授。谢谢老师。好，那接下来可能不好意思，顺序上我就照着先后来的顺序哈，就依序做介绍哈。那接下来介绍是郑永长郑老师。谢谢。接下来是翁家生翁老师。好，陈文松陈老师。廖秀珍廖老师。还有张建国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帮我们 Q 了好多亲爱的学生姐回来。好，谢谢。然后另外我再介绍两位，我实际上一直默默在协助我们很多，我们两位前任的我们系学会上的会长，对，系友会的会长。好，那我们先欢迎潘清松潘会长。好，大家一直默默的在就是在前面学长都默默的在支持哈我们的那个系友会。然后接下来是徐建勋徐会长，今天下午的活动也是由会长帮我们带领。江老师，欢迎江老师，江老师。好，那不知道有没有漏掉的师长或会长？那目前我们现在哈，那如果有老师长过去，我们再介绍。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我想就是先跟各位学长姐讲一下，这个袋子里面有满满的历史系给所有与会的学长姐的一些祝福哈。啊，这个袋子是钱穆的字，对不对？钱穆的字，钱穆的字哈。然后特别帮大家设计的袋子，然后里面的杯子也是系上提供的小礼物哈。然后面是我自己个人哈。的一些小小的伴手礼，还有这个类，欢迎大家回到系上来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回来走走看看。好用心设计。我想整个系上如果看到大家，面线包括这些学弟妹有看到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很温馨。那大家都持续的跟系上的连接都是持续而且长久。还有这个东西耶，好东西，好东西。我因为流程关系嘛，我就很冒昧的，我先简单的说几句话啊，那。十点我们会有一个导览，那今年安排这个导览最重要是整个成大的校区有很大的变化，那尤其我想变化最大的是对面的例行校区，以前可能是兵营，后来好像成大才把它买回来，好现在已经整建了，所以我也怕天气热哦，所以就安排一小段，等一下会有一位导览老师带着各位系上的学长学姐，我们就简单绕一下，那重点就是这些新的一些校区，好让学长姐也感受到像成大这几年一直在改变。然后中午的部分我们就是简单的茶叙，好，那下午就是徐会长这边会带领一些拓印的活动。那今天整个活动虽然不是那么的隆重，也不是那么的繁复，但是也希望各位老师学长姐都能够跟着我们到最后。然后我想好不容易回来走走看看哈，然后。